是好了没有 ？OK， 开始。看好了，不管大人小孩，把这猫握在虎口里，用你的拇指勾住食指固定，三个手指弯拢，形成个喇叭状。右手的拇指食指指肚轻轻的滑动、晃动、抖动。那怎么来模仿声音呢？很简单，由于人的手这么握着，只能左右动啊。我们动动看看，猫叫，小孩哭哇啊，青蛙叫呱呱呱呱呱那里，狗叫呜那里。老母鸡呱呱呱那里，别忘了把手打开，把蛋给生了。你好，笑哈哈哈哈那里。青蛙怎么叫？也可以这么叫。马怎么跑？只要你的手会左右动了，就能玩出各种各样的声。然后还有最后一招没有教你，正好看到你们在吃糖。不小心吃的糖粘在手上，喝的冰的饮料，吃的油腻的东西，我这猫尾巴我做的只是根线，万一弄脏弄湿了，声音轻了不能下水去洗，拼命拽也没用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家里只要能找到这东西，风油精，对，台湾人叫绿油精啊，只要这东西，只要多少呢？一点点啊，均匀的涂抹它，那就干净了，对，声音就更响。更脆了，这样开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